各位同心，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由我们张立文哈张老师带来演讲，请掌声欢迎，谢谢。哎，多谢各位，欢迎大家来台湾民政府这个大家庭哈。安尼，我来台湾民政府嘛要两年外啦，那有这个机会哈，会使做一个讲师哈，刚刚台湾民政府哈，足好诶，哈，诶，迄个咱个法律，啊，刚刚阿伯的制度哈，会甲大家甲大家互相来研究啦哈。啊，我嘛是初初啊吼，我诶，江苏嘛只一年哇。啊，那阵我阁有讲唔对，也是讲甲较无遐好着吼。啊，大家咯互相拍拼啊，来求进步吼。啊，我今日要讲诶，迄个题目就是吼，创业思考甲提案诶制度啦。因为恁是初级班吼，可能拄开始讲这话题吼，敢若有一点仔深。但是吼，我甲你讲哦，你初级诶吼，就是爱为迄个咱基础诶开始吼。啊，我相信大家去外口拢有。家己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工作的迄个经验吼，啊，甲吸收学校的即个较好的学分，啊，我希望讲吼，借着我家己目的物件吼，啊，甲大家吼，一起来进步安尼啦，啊，我是这么，迄、那个北京语甲迄个咱台湾话吼，安尼来讲吼，啊，我今仔要讲的即、這个吼，就是讲大家伫生活当中，你有想讲有啥物创意的迄、那个、迄、那个苗无？刚刚讲那个种田，那个苗啊，埋到你这个脑筋哦，像一个窝，你要什么说，肥沃啦，或者说你认为自己还不足，好、哦、啊，你还可以继续努力哈、哦。你怎么种在自己的脑海里哈、哦？啊，这个英文就是讲 creative thinking 嘛 ，thinking 这个动名词，正在进行嘛，对不？所以恁其实恁头脑内面，甲多甲人开讲讲话，绝对拢有你的思想在内面，那是你埋在你的脑筋的土壤里面。啊！你是要那个剥个剥出来？啊！因为你来台湾民政府，吼、哦，我有这最好的肥料哦，吼、哦，都帮你们，就把你们的那个苗开花结果。卖讲你本来就有这个苗，啊，在你的脑筋内面，结果你搞了迄个西巴，人讲个歹听啦，迄、那个国民党也是讲迄个中华民国，因迄体制内面，甲咱迄个咱个苗无，我可能嘛无发出来，啊，根本就无种落去。所以我希望点啊食。大家互相来研究、来求进步吼。啊，我啊，过来讲吼，啊，你有一个较好的这个创意吼，了后呢，你是不是要有一个迄个地下的制度出来？就是讲了，你譬如讲，你要煮菜对不？有你的材料对不？吼，有食材对不？啊，食材你是不是要到落去店去煮，欠芳对不？啊，要煮到一个好的青草，啊，要芳给大家吃，大家会使吃会散开呗。这个一连串的吼，它是有相关的吼。那我今天要讲的题目 outline 吼，就是吼，有这个五大迄个体制，吼，迄个主题啦吼，主要是讲吼，创意啊，创造了啊，甲迄个执行的迄个力量，吼啊，你是要哪来了解家己有这种你的苗，你的迄个芽要种在你的脑筋，啊，你是安那会使甲剥出来吼，啊，过来啊，当然有咧脑筋，袂使讲干咧脑筋尔，我拢咧想尔，啊，结果我拢无甲。迄、那个展现出来，吼、哦、啊写出来，吼、哦、啊提供大家互相来迄个检验嘛，是讲互相来讲爱，无啊提出较好的迄个提案出来无，啊这就是爱有一个训练。啊，我要讲这个心智图，吼、哦、啊我嘛是讲大概啊，因为这嘛只深的吼，我嘛家己嘛咧学习。啊，过来讲，你要安怎分辨是非对无？即卖媒体是毋是拢甲人拢封锁？我也无是中国媒体，拢一工工来报黑。啊，无你知影你的真相？吼、哦，啊！你要安尼判断，啊，过来，咱踮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华民国的体制内面的中国教育，产生偌济一寡迄个粪扫思想，啊，甲迄个讲，甲人迄个搞，咁样讲塞下物件一直搞一直搞，啊，你唔知影讲正经的事实是虾米？我希望大家爱跳脱一个迄个中国思想，去思考每一件代志，一定爱跳脱出来吼。啊，搁一个管理好诶，建设一个管理好诶，迄个理念吼，啊，甲观念体系吼，啊，来为咱台湾民政府开始有一个好诶体制，啊，来领导咱台湾吼，啊，咱台湾若拜落才有前途诶，吼，啊，这是我要讲诶，大概即个五个主题吼，好，大家先即马先想看你是虾米人，你即马静静的想，跟着我的频率吼，啊，想你即马你是虾米款诶人，你是怎样的人，啊，你要怎么塑造你自己成为怎样？的未来，你现在静静的去想哈。我今嘛先来讲这个生物论哈，啊，甲大家大概讲一个这个理论的物件。这个达尔文大家拢知影嘛，物竞天择对不？
好的基因，很棒的基因，它要经过跟人相拼。了阿叔的就，譬如这个麒麟鹿嘛，要跟人去食的树，因为伊红棍仔遮长的，才会食落迄个遮悬树木内面的迄个树叶啊，对不？安尼即嘛，迄个基因也无够遐优秀着，安尼变短颈鹿嘞，那是迄个长颈鹿对不？啊，食袂着毋是死去，迄就是基因嘛，大家来拼，拼大家基因好的都留落来嘛，这就叫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大家拢知啦。但是其他的理论大家有了解无？咱除了基因占我们一部分啊，但是呢，难道这样就算了吗？啊，拼袂赢人，我都跟人安怎成？叫跟人安怎都变成讲啊，大家拢是迄拢无讲啊？你感觉自认个基因无好，就退缩了吗？还有其他的理论吼？咱来讲迄个 Skinner 的意思，就是讲吼，咱突然面对吼，譬如讲这个婚教嘛，伊看到一只好食的物件，啊，你嘛看哦，你思考你家己，你看到一项物件，你嘛要得到。啊！你要用啥个方，还是讲你有啥物迄个问题，你想要解决？啊！你要用啥方法来解决？你是毋是头壳感觉来运作？吼！刚才即个婚教伊嘛咧运作讲，啊！你我都无法管着啊！吼！啊！伊婚教嘛，伊伫笼下来嘛，袂当飞嘛！吼！啊！伊就想讲，哎、欸，伊就咧想来想去，即个是一个影片，迄、那个婚教看一横横一个物件，就想来去啊，我来我去，哎、欸，他有肢体语言啊，其实伊肢体语言反映伊的思考嘛。爱就是啊，正弯倒弯啊，安尼过来过去，行来行去，啊，又有看到这个宝丽龙做的这个钟啊角，咱看的是干钟啊角，是宝丽龙做的。啊，又想讲啊来分牛一个，啊，徛伫倒啊，这个距离伊要哪会再得到这个食物对无？爱就用伊嘴迄个嘴嘟嘟迄个尖的所在，啊，甲伊安尼刷刷叮当，刷了讲啊，伊拄啊适当的这个距离吼，啊，会使食到这个伊的食物。即个讲啥？伫讲上咱个需要个物件，甲咱要解决个问题吼，咱有初初开始拢很盲目，吼碰撞，哎，点么跌倒，吼啊。譬如讲，咱骑客轮车是讲学赛车，嘛是拄啊开始无熟，就袂弄来弄去。后来你知影安那撇步了，你就不会再盲目了，你就会第一选择那个方式嘛。即个意思讲，拄啊开始，我啥拢袂晓，我就啥物扑隆讲安尼。但是了后呢？你有家己的思想，你起来了，你就知安怎解决。吼、哦，这个、意思就是安尼吼。啊，过来，这个、意思，这个吼，这个迄个巴博的生活意思就讲吼，你拄好开始，碰到迄个状况，你第一的反应是啥？哦，譬如讲，车要来，啊，你知影车来会弄到家己对无？你就动。吼、哦，还是讲你烧的物件，你手落会救你来对无？迄、那个本能的反应。啊，本来反应是咪怪讲去基因，我甲你讲，基因有一部分是，但是主要是讲你安那平常时你咧学习了后学了吼，啊你就变成你家己的，你就累积自己的实力。你每次碰到突然的状况、突发的状况，你就知道什么机制去做了。要写你本能，你就是马上的反应，一切的学说的是马上的反应，他马上脑筋就有一个回路。啊，但是唔是一种的回路，因为你已经建立一种遮侪种的回路，啊，你若碰到困难，你就知安怎解决。伊的理论就是安尼吼。啊，过来，这个格雷高这个生物理论是讲啥？是讲你一直不断的学习对无？你用你的文化，譬如讲你用即卖的语言，吼，啊，甲这个你的迄、那个语言了后，佮你文字啊，不断去学习后，你是唔佮爱佮创作，佮爱发明？啊，是毋是佮适应？啊，佮来变化你本来学习的即个所在，就是讲你初来学习，啊，你佮表现家己会使适应了后，你佮会使比佮较好的意思。迄就是讲，你有先天的你的迄个基因引导无毋对，但是你后天、你后天的学习，后来学习则重要的。啊，你若讲你有战斗力，你有拍拼，你就会使不但你会使活佮愈好。啊，佫会使佫适应，啊，佫会佮改变伊。哦，伊的理论是讲安尼，就是爱大家拍拼去学习物件，啊，去改变伊，还是讲造化，啊，是使这个环境愈好的意思吼。这个是这个伊的四大理论，吼，你啊去上课拢会讲这个最主要的四大理论啊。但是大家拢敢知影达尔文尔，敢若讲基因决定一切，不尽然吼。哦，今嘛是要讲哦，在大脑的迄个过程当中，大家拢知影嘛？大脑有什么
迄个顶叶啦，吼啊整叶啦，吼啊额叶吼啊伫倒啊负责啥物？吼啊，我即要讲互大家听，我即马咧讲话，大家是毋是咧接收？用迄个耳啊、目睭啊看到我，你要接收我即马要讲的啥物物件？接收了，你是毋是甲存到你的脑筋里面？啊，你再分析我讲的对不对？啊，是不是要吸收一下？可不可以接受？啊，再来甲控制，你要安尼个表达出来。要表达出来对不對？要控制，控制了后，你吸收我的物件，我要讲出来。你是不是要用你的语言，还是讲你思考的点在倒？啊，甲你，譬如讲我这图片哦，大家看，还是讲影片哦，大家了解，你就知道我要表达是什么，都是大脑五部曲嘛，吼。啊，过来，你知影大家知影不？今天咱大脑运作过程哦，有分迄个那个左脑、右脑么？一般是安那啦，你惯用右手的人吼。伊是伫左边吼，这边左脑比较发达。啊，惯用左手的人吼，啊，就是右边的大脑比较发达。那右边跟左边有啥无共款？假使有咧讲吼，即个吼，甲右边的吼，右边的即人就是讲吼，伊较有迄种思考啦，就是会有一些思想，吼啊，一些创作啦，吼。啊，那右脑啊，左脑即个所在吼，这边的人啊。是讲较属于数理方面比较会啦，吼、哦。啊，咱即马吼来看一个影片，较趣味的吼，大家来感受一下，讲大家你到底是较左脑偏向左脑还是右脑？啊，我们放一下影片吼、哦。我放影片也是要让他强化吼、哦，我在讲的过程当中吼、哦，也要树立在讲话的内容里面，你多了解自己啊，你要怎么去开发自己？因为它影片很快，它要你了解你是你的肢体语言，你习惯的你去判断自己是属于怎样，左脑还是右脑，有待开发了哈。或是说你是属于什么样的人？这个影像可以向右向左，每个人看的点不一样。是较乱的，还是较清气秀的？这左右脑都呈现不一样的反应哦。啊，你是写较精致，还是安尼乱的？吼、哦。右脑是讲吼，你较属于思考型的啦，比较有些创意的想法，也多一点点。啊，那左脑人就是讲嘿。逻辑方面啊，数理方面很强。那、啊、假如说各占一部分，就是你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也表示你也有待开发啦，吼、哦。啊，咱看个假，啊，咱较了解你家己无？吼、哦，我较了解。啊，即马哎嘞，我是讲，假的人吼，我较惯用左手的人无，一般人拢是惯用右手的无？吼、哦，咱过来继续看吼。哦啊，我今麦要讲的这个图片，意思讲吼，一般啦，咱也无去刺激到，咱拢是安尼点点啊咧过啦，吼，咱就是安尼，这个是 no response， 是讲啊，你要安那达到这个戏的定位，啊，你伫食，啊，是不是还有一个物件甲你 push？ 这个红的所在表示讲，伊已经有传达过去啊，吼，有 action， 吼，伊有传达过去是，因为 B 也活化这个 A 的定位。啊，伊就去传达到 C 了，因为那一般拢是安尼 ，no response 嘛。你一般生活拢安尼就朝九晚五，嘛无特别的要学啥，是讲无特别的刺激。你就一般过一般人的生活对无？啊，若讲你要愿意拍拼，有一个迄个给你 push 的迄个定位，迄个力量出来，你就会达到 C 的定位，你就达到这样的效果。啊，你已经达到这种效果，你以后再也不需要。其他人给你 push， 因为你达到一个境界了，你已经 push 到一些新的定位了。譬如讲，你即马，你嘛咧朝九晚五，你阿袂熟悉台湾民政府进行，你是不是？还有人云亦云啊，啊，伫即个体制内面啊，啊，就甲迄个因的文化，中国中华民国因的文化，
去顾来顾去，顾一寡有诶无诶，迄、那个杂、迄、那个歹诶物件。吼、哦，啊！你来咱台湾民政府了后，伊甲你 push 一个新诶物件，互你刺激你诶迄个脑部，还是讲你诶信仰，还是你诶生活诶想法，你就达到新的定位。以后你再也不需要别人去对你哦讲太多话，或是对你都不需要，外界都没办法影响你，因为你已经到最高级了，你就有这个能力达到 C 的定位了。所以这个力量就是大家爱走出去的、哦。我是这样比喻吼、哦，啊，我今晚要给大家思考讲，咱啊要了解你自己吼。哦要了促成咱是虾米人，成为什么样的人，是环环境叫影响的，还是你背景的迄个知识？比如讲，你即马当嘛好好，你读了啥？爸爸妈妈教你啥？学校老师教你啥？还是讲你家己本身去学习啥物件？啊，这个环境，啊，你是住咧台地的隔壁，吼？还是讲你敢住咧即个读书的隔壁？还是讲恁啥人做官的厝边？你形成的你是不一样的。啊，他造就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嘛是无同款的。好，啊，我要大家看两个影片，啊，你来判断，你伫你的环境背景知识形成的你，你有这么有没有这样的潜能？啊，你有没有观察力？吼，啊，形成这样的潜能有没有观察力？你要能不能你能有这个毅力跟坚持，你就能够成为你自己具有这样的特质的人。那咱先来看这个影片。我这影片拢真趣味的啦，大家吼，尽量来观察一下吼。伊讲，啊看哦，失去为啥迄个六个面来变成五个人啊？六个人变成五个人。啊，伊啊看到底伊破绽伫倒。But all you need to do is just switch these two top pieces of paper. 啊，为啥变五个人？And now there are 1, 2, 3, 4, 5 faces. 来，我们停格。有人会使甲我讲袂？其实我嘛想遮久个啦，还有表示你自己脑筋里面种下那个苗，对不对？能不能让你去判断，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去判断？其实他们都运用很多的手法，你甲看嘛，因本来就是五个人嘛，你来看叶斌很完整的嘛，你完整的五官嘛，对不对？完整的这个人就是只有五个人而已，好，那他要用其他的帽子啊、眉毛啊做那个假象。让你错认是六个人，啊，就是让你判断嘛，来这样切掉，就是让你大家知影讲吼，媒体也是利用这样子啦，啊，本来熟悉就安尼，你个要甲创到讲吼，哎，奇怪，那变去无物件，人个变这个实在物件咧，好，啊，我们把它切掉下一个，我们再来看这个影片哦。啊、你要注意观察力哦，注意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力？为什么？它的破绽在哪里 ？Welcome to the missing piece. This simple demonstration involves the Quirkology book cover. 看影片里面有手法。I've created the world's simplest jigsaw by cutting it into 4 pieces. Number 1, number 2, number 3, and number 4. 有细品。Four pieces that fit into the white rectangle on the table.Now the more observant of you may have noticed there's an extra piece at the front of the table. And what we're going to try and do is fit that piece into the jigsaw. Watch. And now when we reassemble the jigsaw, something rather curious has happened. A huge hole has opened up right in the middle. And that is the missing piece. 好，到这里。好，切掉。请问有人会使甲我讲答案没？你有没有观察里面做了什么变化？有没有？有人会使甲我讲没？啊？你可以大声说出来啊！答对了，我跟你讲吼，这就是训练界，你有平常时你有去思考啊，你有去观察不？这只是一个非常简单、很容易就的破绽，但是呢，在我们形形色色。的社会里面有这种若干的状况，你能不能把你那个观察力哦，把它放大？你想嘛，大家都知道非常有名的影片，什么柯南的判案啊，或是什么什么那个侦探片，
啊，你有没有办法在那个他们所显现出来的现场里面的那个痕迹，哈、哦，啊，抽丝剥茧去把它构思讲啊，这个到底凶手是啥人无？还拢是安尼啊？所以你有这个观察力，你有这个能力，训练这个能力，你就有去判断，哦，可能那个。你要去处理你的法官要处理一些案件，哎、欸，你也知道怎么去判断了，因为你有观察力啊，一毛肢体语言啊，显现出来的一些破绽你也发现得了，哎、欸，很棒哦。啊，我们再真正来了解，现在台湾人最大的诟病是什么？哎、欸，这应该在去年以前呐、啊，大家拢在点点在担讲啊，这个禁户要甲人安怎变对不？直到说大家知道有那个洪仲丘嘛，还是讲我们。大家意识到这个，这个政府对咱台湾人诶影响已经走向负向了，所以他要走出来，所以变成说，你愿不愿意改变？你要等着，好，你等着啊、哦！我不要管政治，那政治就来管你，那卖出政治，大家拢甲你讲卖出政治，啊，你都好政治惯啦，你有什么怨言？大家要来愿意来台湾民进党，表示呢？咱就是爱插政治啦，插政治该管好咱台湾人，咱台湾人的未来是掌握在咱的身上，哪会使去让这个外国人、中国人来给咱掌握嘞？对，咱有家己的思想啊，咱有家己的理想啊，为甚物要让伊体制内面啊，给咱乌白母？所以你有想要改变无？别人在危险时阵，你有想要救伊无？我知影啦，这做诈骗提床，什么金光党啊？啊！甲你诈骗啊！我著惊讲哦，你假车祸，我著袂当救伊。我惊伊讲，搁叫伊安尼，变成长期以来，拢用这种诈手，吼、哦、啊，投机取巧，我都当搁会讲吼，后一节搁会讲，变成大家拢无相信，大家拢无要愿意帮忙，无要改变啊！伊的死活跟我什么关呢？但是大家想清楚，那变成你的家人，还是讲你家己有想，互人要甲你救无？你也危险的时阵。大家拢自私，大家嘛惊讲你甲骗，啊，变成讲啊，我拢卖去插别人，啊，轮到你都正经，你都熬油去啊，啊，所以咱爱道德勇气，咱爱拖出这个咩啦讲中华民国的体制内面，这个枷锁你知无？伊敢那金钟罩啊，你给你铁布衫什么给你罩住，你逃不出他的，真的是他的瓮里面的这个一些囊中物呢？怎么会这样呢？台湾人有比较笨吗？台湾人没有自己的思想吗？不能决定自己的未来吗？你没有思想跟创意吗？所以我们要改变。我刚刚说的，你们就来这边，就像 B 电位 push， 你就到 C 电位了。啊，拜你无免别人甲你安怎，杀你家己都会晓啊。但是你必须要有勇气，你要了解你的生活需要改变。咱台湾人的前途袂使阁像安尼要七十年。和这个中国的体制内面，把人吞打，所以大家要勇气。你袂使讲不爱改变，吼、哦！啊，你一个不爱改变的人，讲我天上要掉下来，台湾会更美好，那有可能？啊，你都无要改变啊，大家无要插政治嘛。我是讲插政治吼，意思是讲你要建构台湾未来一个很好的体制，未来的子孙，不是说我们要特别有利益，想要得到什么才来台湾民政府。我们是为了台湾未来，还有你的子孙的幸福着想所以我们不要被动等待。我过来，大家我拢只爱讲一个故事吼。啊，为啥爆肝是我？工人对老板讲嘛。啊，为啥赚钱就是你老板，不是我？为什么我逐工做甲要死要活，你他妈翘脚垫出钱不分？啊，头家吼，伊嘛只巧哟，伊做头家嘛，不是讲一两工的代志哦。伊嘛叫伊起来，讲好，无要紧，我绝对袂甲你洗头路。你大人吼，我手囥啊只会病。你大人为你的砖头，你的拳头较大对无吼？你甲拍落去无要紧，你甲斩嘛无要紧。我讲头家，你哪会使讲我叫你斩？啊你敢袂疼？你就甲我斩落去就好。啊，当伊要甲拍落去迄阵吼，伊就啦拍落去后，爱就紧，伊个老板就紧甲手揪你来。爱去拍路边，安尼大家就知影了解无？啊，人这个思考的方法，啊，你这个思考的方法，爱当你嘛，你就一想你家己的方法，啊，所以你就无搁较好的方法改变你家己啊。
恁老板拢不断的脑筋每工拢咧动呢，啊你讲安尼做工啊做工的普通思想呢，啊你要唔忙讲我要赚大钱，我要过什么高位吼？所以大家爱行动，你要行动，你不如行动爱行出来。咱以撒人无？爱迪生对不？哦，他这一辈子是发明两三千哦，他伊的迄个美国都要侵华迄个专利哦，啊，搁咧外国搁其他所在要侵五行两三千的专利呢。啊，爱迪生到底是虾米人？为啥伊会生安尼？其实爱迪生哦，为细汉开始，伊虾米拢爱问迄，啊，老师会问只话呢，啊，因为拢只爱闭关，拢讲伊调皮蛋。啊，结果伊就学校容不得他嘛，叫伊妈妈甲伊带转去。伊妈妈就遮有爱心的，嘛遮有迄个耐心来为头尾甲伊教。啊，虽然伊做一寡实验拢失败，吼，伫共火车做人个实验，结果共火车呢烧起来，啊，就要甲送去迄个处罚嘛。啊，但是伊妈妈佫心内想讲，你赶快，伊无打给伊，伊赶快。我甲鼓励，到爱迪生伊今仔日的这个成就，你知无？啊，什么到底是创意？创意就是突然很新的，像一个电波。啊，你脚身上很多杂事杂物啊，它会影响你的电波，它没有让你让脑筋冷静去思考。所以为什么有些作家哦，他的创造力会因为环境太嘈杂，没办法补出来了。比如爱去什么青山啦，还是讲要爱去安静的什么小屋啊，去想，伊就是要去悟一个顿悟，全神贯注，伊的想法啊，甲伊周遭的互动，伊就有迄个 idea 出来啊。好，这是我要讲的，大家听吼，你不要自己的外物太多，把自己的心灵跟你的脑筋很沉静。那到底你自己脑筋有什么东西？我们来看看爱迪生是怎么样把自己的那个想法。哦，每天都潜藏着啊，怎么去把潜藏的东西去开发出来？我们这影片看一下。这个我可以解释一下，因为爱迪生哦，因为小时候生下来就很爱问问题的，简单的数学也要问啊，他还会问说为什么啦 ？Thomas Edison is no doubt the world's greatest inventor.他用简单的卡通。He only went to school for 3 months. Instead, his mom taught him everything he needed to know. He sold his first invention when he was just a teenager. 就发明东，发明西啦，就有很多 idea. He kept getting so many new ideas for inventions that he simply had to open his own little invention shop in Menlo Park, New Jersey, USA. 那时候是没有电哦，那个就是蜡烛在过生活。他说为什么都在用蜡烛？啊，他也没觉得奇怪，哎，这个声音。Edison hired a lot of smart people to help him with his invention. 他有很多朋友都在帮助他啦，然后跟他互动，他有很多新的东西。Workshop turned out one invention after another. 哦，像这种声音啦，还有很多嘛。他有想说，这些声音我可不可以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储存起来，然后放给他的周遭朋友听，或是大家听呢？In his lifetime, he patented nearly 1,100 inventions. One of his major inventions was the phonograph. Thomas Edison, the world's first recording artist. 是他发明的有声机哦。Without his invention, what about your iPod? 他在告诉你，你现在拥有了这样随身听，还可以唾手可得的。你知道人家是花了多少脑筋跟他的创造力，形成这样的成就。还有这个也是一样录影。But his greatest idea was the electrical light bulb. 他是因为有很多蜡烛嘛，好，他就有这个 idea. After numerous tests, he finally succeeded.His light bulb burned for 13 and a half hours. A few years later, electricity replaced gas lights in city after city. 就是因为他就这样思考 Thomas Edison had made planet Earth a better and brighter place. 把它变成真的，不断去做实验。然后你看，来，我们切断。
那吼，我的意思就是说，哎，你们现在脑筋里面有没有浮出来？你怎么你想要得到？你要想要，哎，让我们台湾这个社会更好的一些制度跟想法，有没有那个创意？好，我要说明一下，我今天所讲的内容哈，都是会录起来，然后会在网录。好，啊，让我们尽量哈保持这个教室那个聆听的品质啦哈。啊，那边翕相的哈，可以不要出声音这样啊，不要啊，听电话也不要影响到大家。拍谁哈？好，啊，对，我懂着，我有主要是安尼哈，你就是有一个苗在你的脑筋里面，你就开始建筑自己的思维。你的想法是啥物？嘿，啊，你要铺出来，连串起来，点线面连串起来，啊，就开始去策划，去写话脉。写出来，啊，写出来有讲好诶歹诶，你嘛要甲考虑有啥问题哦，啊，你嘛要说出来哦，啊，有配套措施哦，你慢慢去写，啊，去检视，啊，你就创造出来了。再讲起讲，你一定在设计你的菜单，你的菜肴是什么？你要加多少的那个味素啊、酱油啊，或者什么料哦？你开始在想啊，对不？啊，想出来，哎，你把那火候够不够？啊，要哪去插菜？啊，你就开始插几行菜嘛？哎，赶快登记。登记看讲，哎，哪边有缺失，哪边需要改善？哎，这个菜会收咸吗？哦，今天敢那炒伤烂，啊，是毋过转去，搁改善，啊，愈改愈好，你就创造一个非常棒的一道那个菜肴。哎，这个也可以赚钱哦。我这一做一个比喻，哦，你要从事餐饮业都是这样子，很多都是自己创造出来很棒的一个甜点也好，好，哦，或是说他的厨艺东西安尼创作出来，哦，创意是什么？让你耳目一新，而且让你就地就可以选择拿得到的东西。你看嘛，人这种简单的，大概好在那个平常的生活里面，这种素材都很简单的。但是你有创意把它架构起来不？好，人干嘛讲哦？哦，真不看到呢。哦，这新的，这趣味的呢，让你耳目一新。创意使你耳目一新。过来。创意让你充满乐趣，咱我把这个影片放出来，大家知影吼。你有啥物好诶？迄个制度啊、法案，你可以改变人的生活，让人的生活充满了趣味。一般嘛，你看这电梯，大家一定拢是行电梯的嘛，哇，手扶梯嘛，这少人想要行这个楼梯啦，因为一般大众的习惯都是安尼。创作循环，要来测验人性，啊，要来知道，伊那些达到他们的生活品质到什么样的程度了。伊就开始把这个楼梯哦，做一个刚迄个什么，迄个钢琴内面哦，你打落有出声吼。哎，我来夹看卖哦，这个人夹落来有声音的。哎，怎么变成这个电扶梯煞无人要爬去了？所以大家去想一想，从这个点去想，你将来有什么样的创造的一个点，能够改变我们台湾人美好的生活那个节奏。我那个比例显现出来就是，哎，你看大家就大部分万一要去行这个楼梯啊，他们都有展现笑容，你有看无？我们就想要去打看卖嘞，对不？你的生活就是安尼啦，你的创意就是改变生活，是不是？好，安尼艺术啦，创意充满了乐趣。过来，大家看嘛，创意也有一个想象跟发明嘞。哎，你敢讲哆啦 A 梦迄个口袋啊，迄个四方形的口袋啊？哎。刚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内面拢摕出来物件拢只新颖的呢，啊，只趣味的呢，啊，是咪？咱个生活买晒安尼有哦，你们脑筋就是四方的脑袋，你要摕出来无？人哆啦 A 梦摕出来，你也要摕出来无？这侪种的哦，两三千种哦。啊，过来，当然想讲哦，在我脑海当中啦，哦，拢有想讲啊，我回到过去啦，我看袂使看我，可能30年前的我是什么样子哦。
竹蜻蜓嘞，安尼倒的我也在飞呢。我过来，这个秘门更加趣味啊！我得当问到的啊，从一个这个门我就来台湾民进，我就免坐蜻蜓车来啊，对不？你感觉你感觉这有可能无？当然嘛有，因为你也站在旧时期、旧时代、旧思想，你也感觉这无可能。譬如讲，地球是圆的啊！啊，在迄个神权的时代，那才跟你讲地球是圆的，绝对好，你家己给把己好，你凌迟，给把己爱个抬死，还是讲个凌迟对不？但是地球就真的是圆的啊！你讲这看起来无可能，你得看你要哪创作，你有可能科学，还是讲你要发明这神奇的一些什么？戒指也好啦，传递物质也好，你有办法可以做得到，未来是不可。预测的，就公维别再公戏了是啊。哦，你看嘛，伊毛一个一些类似空气枪，我今天是个整一个的，他就有一些想象的创造力，都给大家都给实验出来，而且做成玩具，工业还可以用。这个就是一个思想想象力，找到这个点之后，再把它，我刚刚说嘛，构思对不对 ？Open 嘛，构思掉，哎，你有没有有创造，把它连接起来啊，变成你的东西，吼、哦。阿公创意是什么？来，创意可以改变生活。来，我们按下去看一下哦。你不但改变生活，当然也创造经济价值了。科技十大发明 ，CNN 站改变生活。吊挂重物就能发电点亮灯泡的装置，还有在滚动过程就能蓄电的。你有没有创造那个点那个 idea 出来？那你把它做，还能连接事实的东西，远的 Google 眼镜，它可以改变你的人生，改变人类的未来。选出近年来让人们生活更简易的十项科技新发明，这些发明都是用创新的方式解决问题，像是能源不足或是帮忙节约能源、节省开销。第一名的是美国加州公司第二势力研发的白眼巨人二型，它是假视网膜系统。眼镜上的摄影机将影像转换成微弱的电波，回传到患者视网膜上的晶片，帮助视力受损的人恢复部分功能性的视觉。To go to the door, you can scan and pick up where the door frame is. 不过这个系统还没有量产，一副要价约426万元台币。第二名的是亚特拉斯仿人机器人。由美国现在机器人蛮热门哦，很多国家都在做、哦。它不但不会因为日本也有做出来一些成果，甚至还可以计算高度、往低处跳。不过目前仍在研发中，最终也不会量产上市。但预计可以深入灾区急救，协助清理或运送物资。第三名的发明是 Automatic 智慧开车助理装置，只要装在车上，透过蓝牙对应手机 App， 就可以按照开车习惯教你如何省油。提醒你停车的位置，监控车况，并在事故发生时通知家人帮忙报警，但目前只在美国销售，要价约2960元台币。第四名的影像弹回探险器是一颗橡胶球，里面有六个相机、WiFi 感应器，还有可以传音的麦克风，丢进战场或火场探测状况，可以回传影像，降低第一线人员的危险。变成进步了呢。第五名是配合 3D 列印推出的桌上型 3D 扫描机，可以在12分钟内取得直径20公分物体的数位档，再由 3D 印表机列印，一台目前要价超过4万元台币。排名第十的则是用石墨烯材料附着在珐琅质上的牙齿刺青，可以监测口腔内细菌还有蛀牙。现在探测力，口腔内病细菌吗？你觉得谁最厉害呢？哦，这真厉害呢。好，提供给大家这。这款影片提供大家参考吼，你有想要创作的迄个思考吼，啊，甲写一个迄个 paper， 啊，无去做实验，吼，对咱台湾人的生活有所改善吼。譬如讲，你学医的，啊，你有讲会使想讲，啊，我要安那一个医学的技术，哦，癌症的人要用什么药啊，会使让免除这么癌症之苦，吼，在医学上。在工业上、商业上都可以哈、哦。啊，今嘛要讲第二个，就第二个主题啦。提案制度到底要怎么训练哦？大家拢教好笑的，啊，这要出啊，拢有当训练啊，好控制人诶。啊，有人我好玩，半门规划啦，讲啊，你训练伊简单，你好加嘛。本来这个就是一个奖赏嘛，你训练他啊，给他一个奖赏。我讲啊，你会说啊，我没被奖赏啊，我要怎么被训练？其实哦，是你自己的动机
你自己愿不愿意去做。真正要奖赏的，并不是你要透过外面的人给你优厚的哦的一个条件，你才要去创造自己栽培自己。你本身自己就是该奖赏自己，因为你有这个动机，你对未来有期许，你不是事在人为，你不是说环境要造成你怎样，其实你是要去创造环境成为怎样。你不要说哦，我没有奖赏，我就都不做。哦，你们说啊，小孩子不念书，你说啊，你一百分，我妈妈就给你什么，就给你5000块、1000块、100块。啊，假如没有这些，难道他自己不能努力吗？你是要告知他怎么样去寻求一个能够提升自己的方法，不是说用这种被动的，我可以奖赏小孩，他就会达到你的一个愿望了。你还要了解小孩也自立他的接受的能力。我来讲一个笑话啦，啊，小英啦，伊就考50分对不？啊，伊就妈妈就问伊讲，啊，恁来考50分啦？啊，你看恁哥哥拢考100分呢？啊！因咧小英安尼甲妈妈讲：“哎、欸，妈妈，你大概拢讲哥哥话好，然后拢甲讲话歹也歹，但是你不讲一句话呢？我哪有哥哥一半就好啊？啊，所以哥哥考100分，我考50分，我哪有写唔对？这是一个笑话。我问大家嘛，你手指头伸出来，你就不同手指头就不一样长短嘛？啊，你囝生较贤读册的囝，啊，你有才调，你阁生第二个囝，甲伊同款啊？”伊通个考100分啊！你乃讲你第二个囝要嫁第一个囝同款，就老师也是一样啊。他出生的地方不一样嘛，家庭背景也不一样，你不可能要求他要达到什么程度，你只能够了解他，帮助他，教育他，然后告诉他方法，而不是要他都要100分。你知道吗？每个人都100分都很可怕呢。他生活不会自理耶，他追求就是100分。那倘若今天他考了99分，你觉得他会不会跳楼？他觉得他会没有面子活下去？我竟然没有考到100分，所以你看那个高知识分子很多自杀的，他出了社会，他都不知道他要干嘛，欸，他不会做，欸，那自杀的很多。像我们看到都很优秀哦，20来岁的那种，这清秀面的呀，啊，还有这烟斗的呀，结果拢精神分裂症了，我感觉这可惜的。我自己在医疗界，我有看过这样的 case 啊，所以说这种教育是很重要了。我们有适当的给小朋友教育，适当的奖赏是 OK， 但是你要了解小孩，就如同你养这个宠物，你也要了解他需求什么，你才能够去训练他了。哦，这东西哦，他可以经过很多训练嘛，哇，还可以什么袜子丢在这个他坐的是洗衣机里面这样，还有很多很多啦，还可以在水里去拿球了。他有本事可以做这种训练哦。那我现在给大家一个想法哦，这个是跟大家一个测验嘛。这个汉语就叫心泻啦，这个日语我不太会念啊。这是 coffee， 咖啡嘛哈，哦。啊，这是 camera 嘛哈，哦，啊，这 tissue 嘛 ，tissue 是笔记本嘛。啊，电话一样嘛，都电话嘛。啊，就 taxi， 就是计程车嘛。啊，这温泉啊，啊，这搞啥呐？好，我代表大家讲吼。你要把它记起来，不会记起来，啊，再把它记说这个是这个，二是 coffee， 三是那个看见啦，好，让你记起来。啊，等，现在让你看一下哦，啊，看你10秒钟，就等你跟他说你会知道多少，我等一下会公布答案啦，有怎么样会帮助你记起来，好，哦，好，那我就下一张了哦，好，哦，我们一般的思考是怎么样思考？你会不会往坏处方面想？你往坏处方面想，你就是把你的这个思考的逻辑是往下面的，往地底下钻哦，就去弄了口卡，弄了表，你有摘掉你的循环，刚刚解开螺丝给你绑在安尼对不？你有摘掉个你的循环，海阔天空不？所以你看代志的方面，是你看多几方面，你想看嘛？你是多几种的人？啊，过来。放射性的思考，你填鸭式的，我就叫你要考100分嘛，你哪给他考99分？你都叫你去背书嘛，你没有让他告诉他我怎么去从我里面书本上的知识，我去了解他，尽我了解他，我就记得他嘛，记得他之后，我还可以创造出来新的东西，为我的思想嘛，对不对？放射性的思考，我们来看一个影片，大家看了之后，你会有很多的想法出来，来，这个再按下去。
就你对小孩的教育，你够了解你小孩吗？他会觉得这个小孩子真的是我们一般的人想都会有问题。可是当你发正 key point 重点在哪边的时候，你会恍然一惊，原来是我不够了解小孩。一个小孩子一天到晚就要画那个黑色的东西啦，啊，你会觉得那黑色的好像代表黑暗的。我刚刚看，我也觉得代表黑暗，但是你有没有在另外角度看到它不同的表现？你看了一心嘛是继续画。主的人我就对这细胞我就惊呀，讲这囡仔班唔知变安怎。小孩子有他的天分。他小小年纪就知道怎么拼法嘞。那你什么想法？所以吼，我跟你讲吼，咱的想法莫加一种尔，爱才侪种的去思考，无同款的角度去思考，啊，莫讲去予别人影响着。吼，啊，人要跟你要跟你，你影响是讲你家己爱判断，这个是事实还是真的？吼，啊，你中华民国的体制内面，伊拢跟你讲这是真的，啊，你敢有跳脱去想真的、真正真的物件？吼，我今嘛要来讲心智图啦。这心智图就是讲吼，模仿迄个咱迄个脑，就是脑筋的神经元嘛，放射，它还可以再延伸，吼、哦，啊，这种为什么给它打一个这个叉叉？伊就是讲，一到食就断去啊，一想到食就断去啊，啊，人迄放射性的迄个思考就是，佮想到食佮会再弹出去，哦，这到底是啥？这才好用的。譬如讲吼、哦，我即马讲一个。就是跟那个跟文的那个方法啦，但是这也是应该就是这样跟大家讲说，大家才会清楚啦。你有一个主题在中央，你有十个关键，不止，有可能更多，也有可能只有四个五个，看你的主题是什么。你在这个主题里面再延伸过去，它的相关，相关还有分类，我们来看一个类嘛，这中心主题嘛，这是主干，弄的边啊，这主干，这有枝干，有种类，那你关键联想是什么？再把它归纳出来，吼、哦，你就使用关键字嘛。这老师讲来，这吼、哦，这个主干哦，叫做那个 brain ball。那这个放射出去的这些东西吼、哦，这个叫做 brain flow。咱先来讲。这个主干吼，譬如讲，我今麦要来去看山啦吼，你会想到啥？你会想到哦，山一定有小火车啊，我会看日出啊，这附近这是在嘉义啊，那有嘉义的那个鸡肉饭嘛，你甲看这个主题啥呢？吼、哦，你准你也要去嘉义要食鸡肉饭，你也是讲啊，无伊个路线伫倒，安那行公车路线，开偌侪钱？你就安尼去想，吼、哦，有云海，我要去多看云海，多一个迄个嘛是同款嘛，多一个所在日出，这吼、哦、是 brain flow 对不对？brain flow 佮弹出去，吼、哦，伊即嘛是讲即个嘛，伊即个 brain flow 即个佮弹出去的，比如讲我对椅子的想法嘛，这个假装这是椅子啦，即样变成是嘞迄个椅啊嘛，我想到椅啊是会想到啥？伊也都会想到桌顶啊，桌顶食饭啊，餐厅啊，个一直想落去啊，即个放射性去思考。你讲唔敢讲，我想到迄个椅啊尔，你即马坐迄个椅啊，你会想讲我桌顶有物件嘛？桌顶有物件，你讲我搁有物件嘛？即个有一个江苏，我咧听江苏讲话嘛？即个大家，你著大家迄个同学对无？你一直想落去，你会唔敢讲你想安尼尔，你搁去想遮侪物件，就计划就出来。
譬如说我现在这个旅行、哦、这个旅行当作主题，哎、欸、啊，我就是说这个次要的这个主干是什么，这个是我要怎么准备啊，我爱保险，我当然要保险哦。啊，行程要怎安排？哎、欸，啊，地点在哪？啊，时间呢？啊，你是不是这个 brain bone 嘛？啊，这个 brain flow 嘛？爱搁想去安排，要怎安排？时间要怎安排？地点在哪？啊，你行程要怎要怎来计划？哎、欸，啊，我来想讲，我要去几天啊？啊，交通呢？住在哪啊？啊，我景点在哪啊？哎、欸，搁拖出去。哎、欸，我交通有这三种呢，火车也是，我要爱坐公车，也是要安怎准吗？等等对不？讲你拖出去，拖出去，这就是让你搁较侪空间去想。这是一个例吼，咱讲来看一个例。譬如讲，我今麦讲的这个心智图，会当安怎伊的主干，伊拢会使安尼，在做笔记，蛮在做一种回忆。我在想，我以前做了什么事情，吼，还是跟我上台报告，我现在上台报告，我开会，我要。做未来的这个心智图运用的发展一条，一道对不？啊，你搁个拖出去，这个就是 flow， 那个 brain flow， 啊，这 brain brown 嘛，啊，这个一直想想想想，啊，做一个整合嘛，吼、哦，啊，譬如讲，伊这看就是修算嘛，伊的主题是修算嘛，啊，伊这关键的你看嘛，角色场景啊，这个主题，这个语言目的啥，啊，你搁个拖出去嘛。吼，伊这分类嘛，对不？放出去了，啊，佮讲啊，这是内容是啥嘛？一行一行甲你讲嘛，讲了后，啊，佮传出去，啊，这是历史的啥？啊，来做一个迄个归纳佮整合，对不对？吼，啊，我的企业组织内边，对不？哎，这是我组织管理的某某部门哦。譬如讲，你后摆要接一个课，啊，你这个某某部门，你是不是爱怎样要安怎运作？你也买使用心智图来看。就甲画一个，计划一个。哎、欸，我一定要有人嘛。嘿，啊，我这个做代志的流程伫多嘛，啊，专案活动伫多，要办啥物活动？啊个啊，你做还有绩效啊。啊，过来，哎、啊，你做这行，这个运作了，啊，你还有一个价值的评估嘛，对不？吼、哦，这就是安尼。创业思考也可以从这边来做整理啦。啊，这样、哦，这是挂啦，我自己的健康管理。好、哦，我才这个哈、哦，已经在一两年前，我自己用软体做的，抽啊走呢，那个还有更细的软体，我是用大纲跟大家讲嘛。譬如说我肩膀巴肚疼，啊，我就巴肚疼要安怎？你有几个关键，吼、哦，你这个关键哈、哦，这个就用同样的颜色，它还可以用画，用颜色呈现。哎、欸，我巴肚疼，我也可以去做检查，啊，我来做治疗啊。啊，看有另类疗法无？啊，是讲啊，我是要为我的生活作息来改变，啊，是讲啊，我症状像安怎对不？这是不是一个主题了后，这一个迄个关键就是主干嘛？啊，就枝干它弹出去。我治疗要哪治疗？啊，食药啊，我是开刀嘛。你都家己这个建构，这个健康管理，嘛是用心智图来做一个整理。好、哦、啊，这个记忆术吼，啊，跟心智图吼。差不多关系，它也是用一个树木把它呈现哈，树枝嘛，还有树根哈。我们看一个，哈，应该某个学生做的嘛，他以世界一家作为主题嘛，啊做，哎、欸，他有想到联合国，哎、欸，他也有想到什么红十字会哈，还有想到什么饥饿什么，哈，他就把这个主干弄出来嘛。啊在，在、欸、哎，我想到红十字会，我想到什么？然后这个在饥饿三十，我想到什么？我拖出去，伊就一个想、哦，我怎么样让世界成为一家？哎，然后把它写出来，用这种记忆术的方式，这也是心智图的一种哈。哈、哦哦、啊，这个哈、哦，我先讲这个图啦，就是法国大革命，他也把这个重点写出来嘛，然后再推出去，啊，你会觉得说人权宣言是什么？慢推出去，哎、欸，他有世界的立法的议会啊，下面，你就会把法国大革命这个历史事件哦，就记起来了。我们刚刚公布刚刚的答案哦，有八个嘛，记忆嘛 ，the keyword 对不？我们看这个影片。啊 ，taxi。嘿嘿，そうだろ、九番目だな。え？
奥山先生全部覚えられたの？会行是安那记的哈？我记起来第七个是温泉。七番目は温泉だな。第六是这个高山了。まあバラバラの単語を覚えるのは非常に難しい。ですから特別講師の先生方皆さん、讲起的构思，こういうやり方で覚えられたはずですね。八个关键技巧。例えば、伊野先生と生徒6人が新潟に旅行した。電車の中で伊野先生のおごりでコーヒーを飲んだ。駅に到着すると一郎君のカメラで記念写真を撮った。その後で手帳を見ながら宿に電話をしてタクシーで向かった。着いたら温泉に入ろうと思ったら先に猿が入っていた。というようにストーリー仕立てにしたらどうでしょうかね。比较有一个故事。なるほど。今度はスーッと覚えられたかも。何かを覚えるとき言葉を無理に詰め込むのは苦痛ですからね。英単語も何かを関連付けして鎖のように連結させると覚えやすい。但是你无去想，你又记不起来。そう。そこで登場するのだ。不会维持很久的。メモリーツリーだ。好像他讲法国大革命，一个中心的主题出现。ここに一本の木がある。最も重要なことからは、旁边你看嘛，太くて大きい都有它的主干嘛，它的关键。それに関連するさまざまなことから。它可以用不同的颜色成，因为跟その際你关键可以用一样的颜色。絵を描いたり色を塗ったりして強調する。那你旁边，例えばフランス革命を例、那个ちょっとメモリーツリーを作ってみる。Brain floor， 你就可以用很多颜色表达。哦，你看，你看，你是不是很容易都记起来了？那个是用电脑画的，刚刚那个，这个是他用手画的。なんか落書きみたいだね。看，刚刚还涂鸦哦。落書きであるからないんだ。那个影像颜色是让你やシンボル透过你脑筋更好的记忆。左右脳を使って記憶ができる。つまり絵の印象。我刚刚说左右脑嘛。左脳で思い出せなくても右脳で思い出せる可能性がある。左脳右脳？できたメモリーツリーはみんなで交換する。そうすると。就是读出短短几的背诵，几的了解，你也才跟你讲起的让新台湾人拢买。在钓竿做几个心智图出来，阿伯你又讲来宾直接当完做几个心智图出来，加好几页。好，咱讲这个确定吼。啊，你大概有了解无？这个心智图的用法较好用诶。吼，这好好无教我诶，这我家己去买书来看诶。啊，但是我甲大家讲吼，我嘛无乱教，因为我即马过咧学习，我只甲大家分享出来尔。吼，我甲到讲 thinking 嘛。学习嘛是 learning， 也是正在进行，不是说我现在就算了哦，都一直不断的在进行。好，我们来讲鱼骨图哦，鱼骨图的意思是讲吼，发生的代志，我们来做检讨啦，吼，问题发生，啊，这分析原因嘛，这有类似那个心智图嘛，有分析原因、次原因，安尼表达出来，啊，够人衍生很多啦，根本分析啊 ，PTCA 这阿拜。哪个有时间讲我大家听啊？这个专业啊，啊，哪讲我已经被预测结果啦，吼，原因在哪？原因嘛，在这里嘛，你要预测可能的结果啦，啊，譬如讲，可能吼，我那个前几年哦，都发生火灾嘛，尤其是在医院发生火灾，啊，伫咧开刀房发生火灾，咩安怎？啊，我等咧开刀呢，啊，我病人多啊假呢，啊，咩安怎？我是要救我家己来救病人？啊，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发生火灾，当然它是已经发生了，去检讨，这是另外一个。我现在讲另外一次，你有可能在哪个地方会发生火灾，你先把原因找出来，避免火灾。而且我讲嘛，一个是发生了嘛，探究原因以后就不要再发生了；一个是还没发生，我怎么把原因找出来，让它不要发生？这个有失效模式跟效应分析。这一套很专业的东西，我嘛咧哦，这真歹哦，这过来过迄个什么，诶，观察它，然后是正正负负还是负负正正？但是这是较好的工具，然后这个鱼骨图这样的方式是让你比较简单的去发现原因，然后改善它。啊，这个预应式诶，这就比较专业了，吼。啊，这就是 problem 嘛，就是。产生问题嘛，我即马是咧讲已经发生啊啦吼，啊落去看是人的问题咧，还是讲你作业倒定答嘛 ，procedure 还是环境伫倒，还是你用的材料咧啊吼，啊个其他迄、那个，这是环境啦，然后即个看是一个什么元素，吼啊管理方法咧，
吼，我这剖析有大家知呢。啊，今要来讲药物的方面，譬如讲药啊，那提唔到，吼，啊你去改善到底为虾米？你就这个是主要关键对不？啊，主要关键，佮有次要有衍生出来，次要又有次要，哎，有一些小议题次原因，阿咩那个找出来，吼，我是咧。我咧对药啊时阵，我是安那病人来摕唔到药袋啊，还是倒唔到？啊，药袋啊是内面伊名拍唔到吗？还是药啊内面装的唔是伊的药啊？哦，是别人的药啊？啊，是安那没有核对出来？吼、哦、啊，这个机制做一个检讨，是不是降低药物可能发生的错误对不？吼、哦、啊，因为即卖已经两点嘛，若要讲要暂时要休困，还是要变数，大家会使自由啊。但是我还阁继续讲落去，即卖是两点半吼、哦，大家放轻松吼。啊，一节鱼骨图嘛，使用这种哎，敢若鱼啊的这个关系吼、哦，啊来讲，这个污染程度到哪里，伊有分级嘛？哦，你看，人这用安尼来用，吼、哦，所以鱼骨图是真好用的啦，吼、哦，这是一个迄个管理的工具之一吼。哦我甲拄仔讲，安尼我讲较侪迄个创作的想法，啊，甲迄个你的思想，敢袂使讲，我著安尼，敢若大海安尼放出去，啊，你甲收倒来啊，啊，要安怎收倒来？你要甲浮出来对无？架构起来，变成你的制度嘛，你要甲下出来嘛。我甲拄仔讲嘛，你点子嘛，就是你的 idea 嘛，就食材对无？啊，我要咱那个调理嘛，欠芳对无？对无？啊，要爱下偌济油啊，还是啥物咸汁安怎对无？啊，着炒菜，炒起来无好食，啊，要安怎？搁转去改善嘛？同款，咱提案的制度也一样嘛。咱来讲嘛，啊，我有一个即个想法对无吼？我规划还有提案嘛。啊，你要研究分析一定要有报告嘛？你研究分析，哎，这可行性在哪里？对不对？啊，伊的问题伫倒呢？还是要把问题呀、啊，问题也要排除啊，配套措施对无？安尼都要形成报告啊，做简报。啊，这个简报有五分钟了，我还是因为现在有时间，我放给大家看。简报有五大意，那个 people 好大家知啊。我你看我在多少位头壳被讲起来，你可以评估我有没有符合里面简报的一个方式哦。按，把它按一下，我让他了解哦。当你要呈现一个你的 idea 的成。要大家了解吼，啊，需要重视的五个部分是啥吼？大家去思考一下，你也袂讲，Presentations are a powerful communication medium. 好诶，甲歹诶，阿咪阿那修饰，阿咪阿那呈现吼，大家了解你要讲啥 ？To launch products, align employees, increase company value.需要借着简报来凸显。Along the way, we have discovered five simple rules for creating world-changing presentations. The first rule is, treat your audience as king. Your audience deserves to be treated like royalty. Design a presentation that meets their needs and not just yours. Audiences want to know what you can do for them, why they should adopt your view,And what are the steps they need to follow to take action? Give them those things in a clear, easily understandable way, and you will undoubtedly find favor with the king. 让大家知道最简单的方法。The second rule is, spread ideas and move people. 我讲出来重点呢。Your audience didn't show up to read your 60-page on-screen dissertation. They are there to see you, to be inspired by your message, and witness the quality of your thought.You are not giving your presentation to have another meeting. You are there to convey meaning. 为了听课，听课你会想睡觉。So consider including imagery that powerfully illustrates your point. 生动活泼。Sometimes moving images can inspire in a way that static slides cannot. A sequential build adds a sense of suspense. And a thought-provoking video moves your audience in a way that can not only change minds.But hearts. The next rule is help them see what you're saying. Now, half of the people in your audience are verbal thinkers, and the other half are visual.
Combining minimal text with meaningful visuals means that you will reach everyone. 图片 Brainstorm graphics that will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your message and then replace those words with a picture, a chart, or a diagram. Then apply a consistent treatment to your graphics to give your whole presentation a unified look so that your audience is attracted to, rather than distracted from, your message. Rule number 4. Practice design, not decoration. 这个简单个好，莫太复杂，大家在接受对吧？哈。As tempting as it is to fill your slides with stuff, often de-decorating is the best policy. Any writer or designer will tell you that 90% of the creative process is destructive. 重点。Do you have one main point? 我讲过。Consider putting just one word on the slide by itself. You want them to remember a few items?Then don't show everything at once. Instead, show one item at a time. Do you have a picture that accurately expresses your idea? Scale that picture so it fills the slide. Do you know a quote that says it all? Then let it say it and remove everything else. The last rule is, cultivate healthy relationships with your slides and your audience. Letting go is hard, we know, but don't hide behind your slides. Breaking your dependence on your slides can do a world of good for y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audience. Reduce the amount of text to just a few words and put the rest of the information in the notes and then practice. Thinking of your slides as digital scenery allows you to connect eye to eye with your audience in a meaningful way. So, those are the rules, but the question remains, why go to all this trouble? Why not do it the way you're used to? The answer is simple, because everyone else does it that way too, and you need to stand apart and be different. When you apply these rules and keep the audience's needs top of mind, your presentation will not only hold their attention, but also change the world. Well, at least you're part of the world. 改变人台湾的社会。好人台湾更加好安尼，啊，重点已经讲完了吼，安尼大家都应该知我意思嘛吼。所以咱后尾提出一个企划哦，伊这嘛是用心智图，诶，基本的程序伫倒，诶，你要构思啊，吼，构思描绘，啊，你的目标啥，啊，过来，啊，你的对象嘞，对象是什么？你现在要改革的提出的方案，你的对象是什么？交通是交通，吼，医药方面是医药方面，啊，是什么样细节是啥？啊，你的进度，吼，啊，你内容是啥？爱改善还是啥？这拢爱提出来。这只是一个大纲，让大家了解了，吼。这个还要经过很多比较，更细致的来跟大家教育训练呢，吼。啊，这个是我在我的单位里面，我在我那时候在急诊药局，我提出来对于药盒的整理嘛，因为有时候药品要分类，吼，抗生素。然后管制药、糖尿病，这样他把它规划好，重新建制啊？怎么做？我是边做边把这个报告写出来的，吼、哦、啊！倘若你能够刚开始就把它设计好，又有人员帮你架构啊，因为这从头到尾我一个人做了啊，只是旁边的人我叫他帮忙我移一下啊，所以我是边做边把这个写出来的，吼、哦！能的话，你先把它提出来，然后大家再检核好，再一起大家做一个团体的力量来做，吼、哦！哦，规划方案检视，哈、哦，搁登去看卖，这都有呢，爱搁改什么？好、哦，咱来政策怎么步骤、啊、来执行？执行有什么瑕疵再来追踪讨论？那已经定好了，你要有一个规范。嘿，这个跟大家分享哈、哦。啊，这我们希望以后哈、哦，在我们台湾民政府哦这个整个体制里面啊，办某些的员工提案。一个优质的一个想法，把它提案出来。小智说：“哦，安娜也是个抠卡，而且汤阿蒙切个清洁。”你有什么方案？大智说：“哦，你要把什么公务的体系变得更有效率。”哎，你也提出来，这个都是哦。这个提案制度不分大小，是你有没有我刚刚说的耳目一新，有没有使我们的生活更进步、更便利？改变你的生活、哦、好，我现在进入第三个主题，就是媒体的把戏啊。大家思考一下，你为你生出来到现在，你都受了什么教育？学校教育吗？中国思想啊，不然就是被媒体教育了。
你有自己的想法吗？我们看等一下嘛，看你就来看这个，看大家有没有判断的能力哈、哦，这也是观察力，也是判断力哦。这个不是影片，这个是一个迷惑大家的一个幻术哈。好、哦哦，来你看着他嘛哈、哦。来，这边有六张牌啦啊，知道的人哦，先不要说哈、哦，先不要拆穿。这总共有六张牌，有三个数字嘛，对。好，来大家看一下，我一定会把你选一张，我会把你的那一张哦拿掉。每个人都一样把它拿掉。好，你们心中拿掉一张哈，看一下，再记一下哦。啊，不要跟我，不要告诉我哈。好，他可能有幻术哈，啊，把你那一张变不见这样。好，还在吗？哈，那一张还在哈。哦，有没有把它变不见了？有没有把你身上那张牌变不见了？为什么会变不见？有没有人告诉？答案在哪里？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了。不同的花样，对不？答对了，你不要被数字迷惑了。你不要数字一样嘛，你会觉得哎，我重视数字，你就没有去看到也花样出在哪里。大家都怎样嘛？扑克牌就有四个花样啊，它就移花接木嘛。大家来看嘛，咱先来看这个七是心嘛。啊，以后你看是另外这个七是迄、那个。这是什么？梅花，对不？啊是安尼移花接木啊，媒体也是惯用这种移花接木呢。安尼移花接木，我来是来检讨这个啦。六张牌就全部拿掉了，换来跟他很像的六张牌嘛，就是不同花样嘛。啊，我再少一张就好啦。那、啊、当然就不见啦。啊，这是心理战术呢，和你看表面呢，啊重点吼，你拢无甲看好清楚。啊，所以这种魔术啦，娱乐是还好啦，就是不要用这种心态哈、喔、啊去骗人呐、啊，啊骗人就造就很多笨蛋啊，都一直在被骗嘛。啊，我们都是不是被骗？被中华民国这个体制里面那些教育被骗。哦，现在发现更多呢，因为你那中国的历史吼，哇，真的都是谎言呢。你越挖就越多，你很可怕。他教育我们都是假的，你好可怕，你知道吗？我们以前都在读什么《马关条约》，在读什么以那下面十次革命什么，还有什么孙中山是国父，其实内部都不是像你讲教科书叫你背这么简单呢。那个都是被造出来的，你知道里面有多大的这种骗在里面哦，骗术。你看那媒体是不是在说八卦，现在吼、哦、媒体最爱报谁，对不对？他把你的想法引到科批，对不对？啊，当然了，科批它里面有些东西是建设一些想法，是可以提供参考。但是我希望是跳出框框里面来看这件事情，不是在框框里面随他的起舞。你怎样吼？咱来看这个嘛 ，media 嘛，你看这个 A B 嘛，看起来刚才这个 A 在抬这个 B， 你看，你看安尼，你甲报安尼尔，你敢报全部？你报全部了就变哎、欸，我受害者呢？我那变加害者啊，所以媒体就是安尼啦，安尼，啊你知影嘛？咱搬戏对不？啊搬戏嘛是搬安尼，客面拿来宾的物件，一搬戏边爱的物件拢无你看到，你知无？拍戏不是这样吗？他截取片段嘛，哦，怎么会有这神奇的拍摄效果？我保罗海奇，我用什么动画？你嘛唔知，所以这是一个手法。一啦，他在求上帝吼，讲可不可以把台湾媒体吼，该重重的较好安尼啦。啊，你求上帝，拜托，你在他的体制里面，他自己就是上帝了，你怎么去让这个环境里面去做改变？哦，柯P讲一句话很好哦，他说、哦、要解决蓝绿对抗哦，台湾的问题就是要在公理正义哦。啊，你想一想看，这句话好像对，对不对？我刚开始听好像也对呢。啊，你觉得他破绽在哪里？他说在，就是解决蓝绿对抗最大的方法就是在公平正义。你觉得他破绽在哪里？有人会晓讲没？啊，你在中华民国体制里面怎么会有公理？我告诉你，只有法理。台湾民政府的日俗美战，法理才能解决怎么对抗，根本就没蓝绿，我们就是本土台湾人嘛。其他的人都是外国人，就是中国人嘛。
你说在中华民国体制里面，你就逃不掉，台湾人就一个啊泥条哎，掐住，你公平正义在哪里？我如果很担心柯P他的安全呐、啊。好、哦，让来棒姐的这个鸦片哦，大家去醒思一下，你有没有随之起舞？你有没有在框框里面，还是在框框外面去思考？这个音乐听起来好振奋哦。总共有九个点，你在这个九个点，你把它串联哈、哦，用四个直线把它串联，你看嘛，你怎么样可以把它串联起来？一条线，两条线，三条线，四条线，哎，四条线就 over 了，没啦，第五条线，告诉大家，跳出框框来想，媒体就用这种方法哦。那无可能吼，拢爱搁第五条呢。你有收到无？你们想四条线可以把它连起来？在考验你哦！我说跳出框框哦，我也被他诱导了。你要跳出框框哦！我跟你讲，跳出框框，因为这影片一开始就带领你错误的方式，所以你就错误的思考。你讲你要放弃我，因为你就画不出来啊，因为你在框框里面对哦。哦，非常振奋。看到下一个人就是跳出框框了、啊。跳出框框的、哦。哎、欸、啊三条咧。三条高高的都给连起来咧。买噻。无问题。三条买单，上讲袂使对无？所以我甲大家讲嘛，媒体就是叫你照框框，咱就咱会想法，咱会思考，就是要跳出框框。好，重点就在这里了哈。来，我们就下一张哈。这个哈、哦、就是讲，迄个日本媒体在报道因那311嘛吼，那个大海啸啊，多少人救援嘛？啊，你这个 America 嘛，就是144个人啊，这个看 Russia 就150个，俄罗斯居然那么多人呢、欸？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好奇？啊，这个韩国那无半个人，那么民族仇恨有那么深吗？我是讲，够需要安尼？后来是讲吼，啊袂啦，等要来安尼啦，无讲人讲无半个人啦。啊！你来看台湾28个人呢？啊！你看有国旗无？哎、欸，人家日本媒体已经知道了嘞。他为什么不用中华民国的国旗？啊！人知道中华民国已经灭国了，啊，那把一个按上去。啊！人家媒体是据实报道哦。你韩国人阿伯来吗？嘛是赶快零啊！你今嘛来偌济人嘛？啊！你就是不是国家？啊！来看这个。哎、欸，我一个红啊嘞，咱台湾人讲啊，我们那根不是无国旗呢，啊，我家己来创一个红啊嘞，其实这红啊吼叫做汪洋啦，啊，你讲汪洋在早期的定义是说吼，他那个国家的民族性啦，吼，啊，汪洋他以前像新埔啊名嘞啦，啊，意思是讲咱台湾人敢那新埔啊名啦，那敢那讲，还我们台湾国际地位现在还没有。正常化嘛，敢那新埔啊，啊要等无人甲咱看过安尼，啊日本啊了该看美国的面色，啊美国咱即马敢那有啦有在动啦，但是我希望美国吼、哦，就拜托你尊重阮台湾人吼、哦，本土台湾人，
追求咱台湾人生存的这个尊严吼，我拜托你，较紧的，脚步较紧的吼，莫阁丢丢啊！哦，我做新妇啊，遐久啊，你这可怜的呢，拢叫我糟蹋呢，吼、哦！吼、哦，第四个单元要来讲，你要了解中国人，你的血液里面，我们不要讲血液里面啊，那个血液里面东西，那是平埔族、波罗高沙族嘛。我是讲你的脑筋里面，你有得到中国的那个文化影响不？有不？你敢说没有嘛？我都有嘞。啊，你们有勇气来台湾民政，我表示什么？你们要脱胎换骨对不？你把用那种模式，搁继续挖落去，吼、哦！安尼台湾人拢变投机取巧的，大家拢无互相爱护的，我惊你甲诈骗。安尼，即台湾。这个生活，这个社会有什么五盲？你知道吗？有时哈苦，跟希腊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吼、哦，小明目善行哦，伊在去年的三月有来国际班教册吼，啊有一个翻译的，啊我看伊在迄个网络搁看三四届，啊甲整理出来，吼、哦，伊这个天照大神吼、哦，就是讲吼、哦，日本他们也有他们的神界嘛。啊，神界里面们啊，也有三个神界里面，他们也有出来三个儿子啦，吼，三家里啦，吼，三贵子嘛。啊，其中之一叫天照大神，他负责日本的某个地方。啊，这个是大国主席公，伊是建国之神，建一个台，这个日本的国，吼。啊，伊就来个伊问啦，伊建成日本一个国嘛，啊，伊这个。天照大神嘛，是管理某一区门，啊，伊就来给问嘛，伊是咧给请意嘛，啊，伊就来问讲，你啦，你是用五十哈古，我管理我的人民嘛，国度哦，用希腊字，请问五十哈古甲希腊字有啥物无共？即个希腊字告知，吼、哦，的给人民有教育。告知提升他们自己，让因知影廉耻，让因知影讲知识，让因知影那管理。初期，咱迄个天皇对不？马关条约把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嘛，那日本那时候来接收台湾，大兴教育，建学校，我是要你知的权利。因为你爱秀丽嘛，丁秀丽，让你知嘛，要你提升起来啊，你的品质提升起来啊。啊，有时哈苦嘞，就是讲你是我的，你是我的附属物。你是讲我物件，地物件，我若要甲弹掉，我甲要打碎，我要甲那个吞打安怎，拢是我欢喜的，因为你是我的物件，对不？我用的物件，吼、哦，得不要另外，我把起掉弹掉。我欢喜，乖的。啊，恁日本天皇就是用这个教育的方法，伊就是希腊子委托政务官，咱也拜咱嘛是政务官哦，吼。啊，咱要用天皇，把咱爱秀人民的方法，咱来去教育咱底下体系的人，不是骂他。你没有任何权利去骂人家，因为你骂他等于骂你自己。因为你只能用骂的方法，你不会管嘛。就是说你要有教育他，同样你也要被教育嘛。教育形成你有能力去教育别人嘛。你要形成一个 team， 然后去教你们下面的人，提升两个人都一起进步，两主管跟底下人都要一起进步。不是说你进步而已，你比人家高，你一个人高，旁边的人才乱掉，你一个部门都乱去了，你一个人高，你会累死，你就变成过劳。过劳结果是怎样？过劳死啊！你没有不那个主管笨的说吼，所有的事情我来做，我最优秀。啊，你能笨傻卡尿的啦，笨烫的啦！你觉得你会把你的单位搞成这样吗？当然你都嘎嘎搞的，让你搞，因替你做代志啊！啊，正经比你较巧，你较醒起来啊！啊，你做幕后推手，这嘛是袂歹的代志啊，对不？你袂使讲你一个搞，你其他做英雄。做英雄的人拢扎扎死的，所以哦，就是下骹手人，你甲抱起来，进步起来，替你做代志，啊，你只要督导就好了。
啊，你为什么要 让他练起来？所以教育，咱来看中国思想，你是我的啊。哎、欸，伊这个名字吼，创字吼，真奇怪。伊甲你这个敢尖，甲你目睭堵，迄目睭连甲剁破，你就变青眉嘛。人民嘛，就青眉就好啊，你就做青眉骨就好啊。啊，我君王呢？啊，你若想搞，你就搞变到倒要安怎？啊，我的子孙啊，拜个要接我的迄个皇帝位呢？啊，你安尼即搞着，安尼搞我变到倒，安尼我的子孙啊，拜唔是拢乌有去？都甲人民吼当作干哪白吃啦？啊，无路用的人啦，吞打啦，我欢喜啦，吼啊，税收啊，重税啦，欢喜变哪子，都安尼糟蹋啦。你看因那贪官污吏，你一看那个，他们现在中国现在叫兴业宫廷戏哦，哎，奇怪，那个不是满人的文化吗？满人的历史吗？啊，你提来讲，你笑死恁家己的文化，恁汉人已经用满化了，啊，你们却要说是满人被我们汉化，是你们汉人被满化。你家看因电视拢咧讲这种的嘛？你有营养的物件无？啊，咱台湾嘛咧缀人咧补，笑死人哦！啊，你敢有家己的思想出来？这个要来讲啥？因为吼、哦，你把人民当作是附属物，不珍惜人民，吞打、重税，或是严刑拷打，或是用好啦，他比较聪明的啦，吼、哦，啊，要做伊乖乖的啦，我就甲你做官嘛，甲你买箱嘛。贪官污吏用钱给你买书，啊，不如叫你去信用。哎、欸，你也无信用哦，无尊荣哦，有你都叫天公伯啊拍死哦，卡死哦。你都用这部的嘛，那种这种宗教啊，不用这种乌色啊，用钱嘛。现在国民党的黑金就是用钱嘛，你很聪明啊，所以台湾很多精英都被收买了，都用钱嘛。现在中国也是用这一套啊。啊，柯P不是说，哎、欸，这个台湾怎么有可能被财团控制，对不对？台湾有没有可能被财团控制？财团就是在控制台湾啊！谁控制台湾啊？就国民党跟中国啊！啊，现在台湾就是被这些人控制啊！所以柯P真的很有gas呢，他敢这样对抗这财团。不过我很担心他的安危啦。然后第二次讲哦，这边恭喜啊，你知道哦？这个是被恭吼，你看哦，日本一系万代，他们天王有没有被打败？有没有被推翻？没有。因为他们人民爱物啊，他们把那些人民秀命命，人民要给他捧了捧不好，他们再有什么幕府啊，什么任何一个朝代啊，都把台那个天王尊崇的跟高高在上，把他当作神哎、欸，那么真的是把天王神格化。那个我们暂时不听这个，不讲这个，但是的确他们很尊重天皇，因为他们爱戴人民。啊，你看中国历史，还是讲外国历史，你看。一个国家起来兴盛了，我推翻了嘛，前面那个暴政嘛，我现在又变成王皇帝了。我皇帝，我继续用前朝的方法糟蹋恁的迄个列子民，啊，恁子民不出来，我把你消灭，啊，我搁变一个王出来。就是，你看历史不都这样演吗？你看中国朝代不是同款？啊，咱咪讲中国朝代，我搁来讲迄个，因讲元朝跟清朝。哎、欸，其实说来了，这是两个。汉人以外的国家把他们汉人灭国了啊！你怎么把它当作朝代？你知道我意思不？你要攻击蒙古帝国，今嘛要来攻击，等一个攻击，等一下哈，我要攻击的是嘞。我这个就跳到比较前面去了哈，马进，我主要是要讲哈，你的迄个蒙古哈，这个人，哈。蒙古啊，他们自己、哦、对中国人很不屑，他们的成吉思汗、哦、在那时候、哦、征伐了整个那些中国啊，跟那些部分的欧洲嘛。若是、哦、你把这个所谓的蒙古当作元朝啊，请问一下，欧洲那么多国家，是不是也要把这个蒙古当作他们的朝代？我们只能这样想，以国际的这个角度来看啊，你看。看说吼，我是从我的国家被他占领以后，我分出来的。他是占领我的国家，他消灭了我的国家，他占领我，我分出来的。你他是你的敌人，你怎么会把他认同说成吉思汗是伟大的英雄？你只要成吉思汗在引那汉人来宾，把汉人抬咖要了，你知无？还是有人讲啊，莫啦，你啊个老兵做
做努力啊，做一寡滴会使做一寡下骹手的物件，你莫甲抬了了啦。他们要把汉人灭种了呢。啊你这个把你们汉人啊消灭啊，你把他当作英雄，你不是很奇怪吗？啊，譬如说啦，甲恁兜的老爸老母，你甲恁安怎安怎，啊，你那歌颂你杀我父母亲哦，你不觉得很奇怪？你的逻辑判断是很奇怪的。你现在跟歌颂蒙古成吉思汗这伟大的什么什么，我就觉得很可笑啦。啊，你也讲大清帝国啦，那没讲大清帝国，伊嘛是把恁汉人消灭啊，伊嘛是侵略你们汉人啊，啊，他也侵略蒙古嘛，蒙古那时候变弱了嘛，啊，清朝起来嘛，大清帝国起来也是把蒙古灭了嘛，变成他们一个管理的地方嘛，啊，你中国也是一个管理的地方嘛，对不？啊，等大清帝国灭了，这个他的宗主国就是大清帝国灭了，他们当然是可以，蒙古当然可以独立呀，啊，你中国也是独立了，对不对？你怎么说你中国还要去效忠南海蒙古的，搁要去讲侵略？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你是从那个灭的国家分出来，那个国家你说是成为你的朝代，他就把你灭掉，还成为你的朝代，是你要不要安抗自己的屈辱呢？还是你要全世界讲说啊，我们是几族共荣，我们都是怎么炎黄子孙，怎么自己创造出来什么中国中华民族？你根本就没有中华民族，是他们历史扭曲创造出来的。所以历史的真相，你越知越清楚，你就越说，哎呦，这个体系里面的这中国教育是怎么的污染我们的思想？我搞多少公家，公家加点吧哈，大家去想看嘛，思考一下。中国有智慧吗？西方的逻辑在哪里？你也被监督政府，你靠网络吗？还有我们在讲这个，你把茶对不对？他说东印度公司卖茶给美国人，哈，它品质比美的荷兰茶好，可是他们还是要去买，不买荷兰茶那贵的。可是你要想说，东印度公司哦，跟你们中国那时候大清帝国哦，那时候是你把税交给他们。那你把你们国家的一些经济利益都被这个东印度公司后面的英国掌握住，啊，你说你要买便宜的，你有骨气不？你也在买荷兰茶嘛？啊，我今嘛要讲啥？咱台湾出一寡啥台商对不？哎，我有生意通谈就好啊！我咧管我啥物台湾的啥物利益，我管我台湾啥物经济叫用变歹？咦，我有钱通谈就好啊！哎，你的逻辑思考很奇怪呢。啊，你这财团都被中国控制，我有利益，中国有花，给我那个骨切糖，我蹭就好啊。现在财团是不是都这样？这有中国智慧吗？你就给用洗脑嘛。我宁愿我卖碳瓦水机，我好好保护我们台湾的企业。你有骨气不？你是中国人的思想，还是你跳脱了中国人思想，你在做真的老老实实做生意？因为都是投机取巧。那个丑陋中国人的作者柏杨已经讲过了嘛，酱缸文化嘛，啊，你现在台湾人的体制里面就是只有酱缸文化，越拉越吵越叫晒嘛，吵架你自己都不知道呢，我都拼到呢，我也拼到我自己。来，你自己一项一项检讨一下，你有这样吗？我有哦。啊，你看这人在画哦，但是你眼中就在画你自己啊。我说嘛，当你在骂别人的时候，你虽然一支镜头在指别人，其实你四支镜头在指给你自己，其实你在骂你自己啦。所以我们检讨一下，让我们中国社会这个政治也好，这个教育也好，你让他污染多少？你什么达人？投机取巧而已啦。你跟我做生意，你就是什么规划要捧起而已，你有顾到别人的生活？大家想看卖嘛？你敢有呢？就检查你个，检讨你家己一下。你来看红绿灯就好啊。你看嘛，我一直讲一个例子啦。三更半夜吼，能够在遵守交通规则红绿灯的吼，还有只有德国人呐。啊，人会讲笑你讲啦，三更半夜无人啊，无车，你是咧等什么红灯车灯？
啊，那些投机取巧的笑你戆啦，啊，你戆无？啊，人红灯青灯，你就人安尼，你就做人安尼做嘛。啊，你讲好有一个暂停的灯，可以转换的灯，啊，若无，你就嘛是爱叫人个体制来行嘛。四下无人，你能保持自己的真的清白吗？我口口有一千块，我扣下去，我是第二落第二，还是摕搞杀人？还是等迄个失，就是失去迄个等咧口卡迄个失主，对不？啊，你检讨你家己。啊，真好笑呀！我记得有一个例子嘛，啊，有一个人啊，在口卡扣了一千块啦，啊，甲一千块吼看看，啊，放啊迄个布告栏咧，啊，甲用迄个针哦，啊来放咧。啊，那个是伪钞，然后吼，无几工就无去啊。连那伪钞也要摕，啊，摕去搁去共换，就有这样，就是有这样的人啦、啊。因为迄个捡到的人唔知影是伪钞，但是一定是伪钞。其实你的生活当中都有人在试验你啦，都在测验你。你像有一些戏剧节目都会在，最后看 Camila 你在那边笑笑，有时候真的是在试验人的人性，口卡。你落去啊，人甲你看，甲你翕起来。你只是捡啊，你靠底啊，是讲你摕出来。所以我们要在大家真的是四下无人，你还可以保存自己的，真的很清，没有讲清白啦，就自己的人格。可是我们都被中国社会污染了。我也无捡，我叫别人捡去变安怎？哦，我一加一千块，我减一千块呢。今嘛拢讲安尼，达人是啥？投机取巧。大家检讨自己吼，其实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其实他们是兄弟党啦。只讲一个吼，是共产主义挖苏联的啦，苏俄啦，啊，就是迄个国民党挖美国尔。啊，美国就紧紧弄烂嘛，只有经济的伊感觉袂，感觉会使利用的，敢若较袂遐烂，其实拢真烂的啦。啊，可能是咱台湾人，啊，佮因遐的中国人嘛。啊！你也看中国人多可怜啊！你也讲因咧国共和，就是伫咧小镇，伊阵就死一挂堆人啊！啊，佮你讲啥物法轮功人不过是一个养生的一个团体嘛！啊，你讲惊讲啥物集会会造反，都讲掠去，啊，佮讲人内脏挖出来，内脏挖出来，迄个是拢无麻药的哦！我佮你要麻药钱，我直接佮你把卡把手佮你呕出来呢！你看这中国已经。这么可怕到这个地步了，啊！咱台湾呢，助纣为虐呢，啊！无因那内脏被啊那消出去，我们人性已经变成这么可怕了，啊！所以中国社会这有希望吗？我还是祝福他们中国人民啦，我希望他们能够幸福啦。啊！那中国政权吼，伊早把弄个欧游去啦，啊！看伊那拜五会福分无，啊！我们祝福他吼。希望他们也能够在文化教育、人权法治各方面都能够进步了，因为因进步，咱嘛较好喘气一下，啊，无拢边啊拢是浪漫安尼，穷费安尼浪，莫讲穷费啦，安尼歹毒安尼讲，安尼目睭较金着要讲吞大落去，要讲食落去哦，咱嘛是感觉负担就大对无？我嘛希望因的幸福啦，吼，莫祝福伊吼。啊，中国就是改革开放嘛，学一挂诈骗的啦。啊，请问啦，啊，咱台湾人较侪人去遐做生意呢。啊，本来家己都中国教育之下烂到要死啊，佫走去伊遐佫愈烂哟。虾米拢一都是看钱。啊，我若趁钱就好啊，别人死了了，我紧啦。啊，你拢用骗的嘛，一个招一个嘛。啊，这个骰子内面拢嘛是用骗人的嘛。咱今嘛来。慎重来考验我们自己，我们台湾民政府吼是不容贪污的啦，吼啊！你要不要考验自己，会不会被这个贪污的欲念吼，会不会被安尼你会莫名的被诱导出来？我们来看这个影片，我若讲到嘴甲喘烂哦，恁真的听无啦？啊，你若情境出来吼，你能不能 stop 控制自己的欲望？来，我们看一些影片哦，影片那八分钟，每一个。细节大家仔细看哦，啊，那个哦，贪婪的心会真的会慢慢被诱惑，六堂啊，让你的贪婪的心哦，就此，还是，让人给诱导出来，自己给。
检讨一下。化成吼一个迄个土的模样，看个这肉的哦，其实包藏祸心哦。就是有名的动画家要让小朋友知道那个道德教育，还有练习单字哦，他拍出一个非常棒的。影片出来，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共鸣一下。看到一个兔子，就想到这么多欲望了。你看到兔子会想到什么？啊，猪来家哟！哦，因怕算是要甲做皮革哦，迄皮哦，甲留落来，要看会使做啥物衫哦。哎，内面那有一个，你这恶魔还把它做，好像画的还蛮可爱的。哦，他们很会观察哦。哎，边啊有一挂弧形，啊是一些的黄蜂哦，伊就变物件出来。一扰乱他，他就 会想要把这些扰乱他的人 变成另外一个值钱的东西出来。哎，你的观察喽。哎，八豆腰哦，需要讲些什么吼？吼，伊要食果酱吼，啊就火星芒啊吼，哎，今天应该黄蜂吼，啊就皮胖过来吼，哎，咬掉伊嘛，啊伊接土咬了个变形。这个带门出来，好啊！因为下面啊都想讲啊，我还在变只嘴钱出来，好好好，来，啊抓起来哦，变成我的安尼上好，莫走去啊！这是我的物件，你来给我夹落去，哦，夹巴肚来要甲破，你看他为了利益。会变得这么残忍哦！我要吃物件。你会为了更大的利益哦，把你们的家当都拿出来哦，为了得到利益吗？想想看哦，你的投资不是都是这样吗？投资也是一种贪婪的心哦，还有用经济给用那个金钱给你诱惑。因为为什么给压出来的哦？嘿，蚊啊，好心吗？还是黄蜂啥哩？过来看看，会使过来个叼咬，哎，个再变只嘴门牙出来呢？伊的贪婪之心就安尼出来哦。哦，一挂好心话，你口口拢走来哦。啊，个迄波浪出来哦，愈生愈多哦，啊，愈变愈多哦，钱就愈囤愈多呢。欢喜个。波浪出来哦！哇，比到了彩管哦，大乐透，够刚欢喜呢。一个伊慢慢咧变只嘴财产出来，啊，都唔惊，会叫偷摕去啊。哦，紧搬来厝诶，甲袂叫偷摕去。
隔灯光拢冲了了。泡澡起来，巴肚枵啊！我们饲这个魔鬼嘛，这辛苦的呢。应该变出来物件摕去卖吼。你想要控制这个魔鬼吼？你看魔鬼敢有遐简单让你控制？那边，骗一只兔仔入来，吼，啊，搁要，赶快要利用这个兔仔，继续要骗人。但是伊要等因兄妹仔回来吼，兔仔甲处罚一下。这拢是假象啦！伊该要甲伊讲，我甲是王啦，这所有的拢是我在控制，你无办法控制我。你感觉你拢得着的，阿摆拢变成一个无效的物件，颠倒呢，甲你腐蚀掉啊！那、啊、你看，这就是一个贪的下果，下场。所以呢，继续去骗下一个人。啊，所以吼，啊，这咱淡薄仔切起来吼。所以这个影片要讲给大家听啦，不是讲吼要贪污无贪污的，有当时啊吼，人迄对方就用方法，把你迄个贪婪的心，把你锁出来，啊，你就去中人的计，啊，你家己去检讨一下，那讲出来，那嘛唔知讲会叫咱哪变对无？所以自己要再注意，我一直安尼讲啦。我们成为台湾民政府的议员、政务官，我们指领台湾民政府公公平平的薪水就好了。啊，该报税就去报税，其他你免想，安尼就好啊。你要切记，咱领咱台湾民政府的薪水就好啊。其他唔好去插面，什么应酬啊，即要甲你签什么物件，互你好处啊。拢买，你要想清楚，就指领台湾民政府的薪水，其他卖去绑吼。啊，今麦要来讲重要的迄、那个，咱管理方法，我剩差十五分钟吼。啊，我甲多少讲到重点才讲过啊吼。啊，我主要今麦要来讲蒙古对啦，即、這个蒙古，我即甲多少嘛是讲过嘛，同款嘛。你迄个大清帝国嘛，灭国以后啊。我当然蒙古我自己因为宗主国大清帝国已经被灭了，你中国也因为被灭了，那我当然自己可以各自成为国家。你中国又笑许被人侵略，讲什么蒙古是外蒙是另一个土地，你一直把人家这个蒙古当作你的，人家蒙古不觉得呢，但是蒙古会当作你大清帝国把我蒙古灭国了，我现在要把你从你身上分出来，我自己要独立。我本来就是一个国家嘛。啊，你敢讲人是你的朝代，啊，朝代就你的。啊，你哪有这种思想？啊，你想安尼吼？啊，蒙古不是会给很多国家是他的朝代吗？
那那就扯不清。所以我们要有世界的观念哦，去看待中国，看待台湾，看待日本，看待各个国家，而不是在中国的那酱缸文化里面在看自己的未来，那个是很可悲的啦。啊，你也看不清事实真相嘛。我今晚主要是要讲吼，咱甲美国啊，吼啊甲朝鲜啊甲日本吼是啥物关系？其实大家拢知影嘛吼。咱为虾米甲迄个日本有关系？就是你知影，就是咧，迄个大清帝国吼啊甲日本咧相争，因咧朝鲜嘛相争，讲啊那朝鲜有作乱，啊上被多些国家。爱智慧另外一个国家吼，啊去处理因个朝鲜的问题嘛，啊结果有一届都处理无好，吼，啊都伫咧迄个都伫咧因个丰岛迄个黄海那个海域里面都发生战争了嘛，啊迄个最有名大家拢嘛知影嘛，都是迄个甲午战争嘛，啊甲午战争短短四个月，你大清帝国你再有北洋舰队那个哇多大烧啦，然后哇多几个多少个都没有用，人家四个月就被打败了。大家本来就不看好日本欸。因为那时候日本哦跟日本自己哦成为自己要自立自强的国家，其他同样那么比如说美国英国他们都旁边冷冷的一直看日本啦、啊。他们不会觉得把日本当作跟他们一样啦、啊。哦啊，日本已经在壮大自己，因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一直在壮大自己，而成为未来的列强之一嘛。啊，他们英国跟美国都没有看好，嘛甲日本看无什么点，但是人日本的四个月以来哦，甲这个认为说世界强国的大清帝国，迄个北洋舰队这么厉害哦，没有也有英国人去帮他们受训哦，他们还是败了，然后就。马关条约嘛，我今麦来讲，这个都我讲过呀吼，应该是搞到这个 slide， 吼，这个黄海海域，这个丰岛的这个修正嘛，这个甲午战争，日清甲午战争嘛，啊，在迄个1895年嘛，啊，四月这个17号签署下关条约，吼，啊，隔年哦，5月8号就生效了，啊，来宾到底这个贡献吼，今天我先来讲嘛。下关条约就马关条约啦，中国历史拢讲马关就奇怪，人明明都讲下关，你也讲马关，啊，伊拢中国历史啦，安那写拢安那读哦。其实伊的内容是讲吼，这个大日本帝国，这个大皇帝陛下，啊，英文叫 Emperor of Japan 哦，我在你讲哦，啊，因的大清帝国嘛是叫做大皇帝陛下，吼，啊，这个是皇帝嘛，天皇的意思吼。到底主要的利益哈？第二条，我们来看第二款哈。第二款呐，一共甲食的，即个皇天的什么优惠的哈，好的什么，即个什么物件拢好，即个另外迄个日本。啊，再来第二款甲第三款就是台湾全岛啊，甲伊附属的岛属，吼，啊，甲迄个平湖拢挂予日本天皇。你讲？白纸写给你，敢有偷摕？中国一直在讲，马关条约很奇怪，怎么可以割？他们来中国啦，怎么割给这个大清帝国？但是你知影无？其实咱台湾哦可以割出去，是因为吼是大清帝国的殖民地啦。啊，那你讲是台湾朋友是因为永久不可分割的土地，也是袂使割的。当割了表示，这个大清帝国甲咱台湾是当是殖民地。一个六个汉人屯垦区哦，他根本就没有建构台湾完整的土地啦，能割的吼、哦、都不是他的国土。吼、哦，大家来看嘛，啊，你讲哪偷摕都是，人家马关条约写下关条约写得很清楚啊，台湾就是这样割给日本天皇对不？啊，人日本领有台湾以后啊，就已经有在建构，把你这个台湾的人民，把它变成我的人民。人家不是就把你当作次等人民哦，人家就有一套一个监禁的一个内地延长计划哦。安尼中国人讲啥？讲台湾是他的殖民地啦。其实吼，你咧讲倒病，你甲讲中国人讲的历史吼，你甲讲，你甲听颠倒就好啊。
真正的使把我们当作士兵地吼，是大清帝国，这样才能割啊！啊，台湾不能割，割给中国啊？为什么不能割？因为台湾已经是日本天皇永久不可分割的土地，怎么能割？你安尼想就好啊嘛。为什么不能割？因为我们实习，你看，除了他名正言顺割给日本天皇，成为日本天皇的国土，再来他交给日本政府来管理台湾，都有把台湾纳入他的国土延长计划嘛，而且都有在做嘛，包括那个你看嘛，造户口、嘉南大郡各种建设都有嘛，那是日本让台湾变成现代化嘞，不是大清帝国嘞。大清帝国两千十二年来拢无做啥啦，那抬人台湾人抬个差不多啦。还是马啊吼，马啊在一八迄个八四年吼，即听讲啊哇，台湾即个所在吼，一个迄个太平洋的重要所在，家己要去建设啦。啊，我感觉真好笑的啦。啊，你也无把台湾整个一个迄个主权吼，把它统一起来，你怎么把人家高沙族的土地也割给人家日本？你不是你的土地，你也敢挂好人？啊，你为啥会敢挂？表示讲这不是你的嘛？你的就不能割，自己的土地永久不可分割的土地不能割。啊，你能割表示不是你的嘛？啊，不是你的，你也把不是你的当成是你的也割出去了。啊，你臭西郎啊，又实行了明治宪法，代表说你是我的人民啊。就这个宪法表示说变成国际认可了。因为我已经实施宪法，在这个我以前早期是实施民地，但是我已经把你纳入我国土了。我也是把我宪法让你台湾人也有参政权跟参战权，我已经把它纳进去我的国土了。国土当然就不能分割嘛。啊，所以为什么那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它就是要要求日本政府哦 ，Japanese government， 啊，你若讲不是那个 Emperor of Japan 哦，啊，若讲要放弃主权哦。你日本政府没办法放弃啊，因为主权不在日本政府啊，在 Emperor of Japan 嘛，啊，所以他只能放弃和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这个领土的管辖权。嗯。1937年皇民化。嗯。他其实，在马关条约上面也有载明啦，它有一套一个，你，比如说我是拥有这个台湾这个土地啊，土地上的人民，我要认同你，我当然要实行皇民化嘛，就是说你是一样嘛，你在日本他们的人民，他也是他的皇民，那他拥有了台湾这个土地，他也要让台湾兴建学校，让台湾有知的权利。要纳入成为我的人民，我也要有一套监禁的方法。我不能强迫你，硬要叫你做我的人民嘛？啊，中国人，你看，以1946年1月12号强迫让台湾人做中国人，这个是安那？那讲个歹听啦，就是我想无想要讲迄能力啦，就是强迫你，你就是变成我的女人就是啦。强迫就是你是我的啊，伊无你讲你要不要接受我啦？要不要跟我交往一下？你接受我嘛？嘿，想问一下，那这个1945年执行的那个宪法来讲的话，是说台湾人可以参与政治的，对，就是不是选举，那是参政权。但他们所谓的那时候的内地，就是他们日本的内地，把台湾人民的这个意，就是有需求什么去报告嘛，去参政权嘛，一定是说有需求去跟他们的日本内地嘛，做一个一样嘛，像众议院，那个就参议院这样的一个制度里面嘛，这就是参政权嘛。那参政权就是后来那太平洋战争不是有很多高沙族嘛？参政就参战，就是干修边。你是我的人民了，你就必须要国民，就他们的日本大日本帝国的国民嘛，就是皇民嘛，你就有参战权，然后就可以去外面作战嘛，好。对对对，啊，所以他有参政权跟参战权。我们下课再讨论哦，因为我存归问你啊，哦啊，我今天要讲的就是重点啊。我们在这个沙漠里面，他们就是在蒙古沙漠哦，遇到了那个沙尘暴，他们就摔飞机了。
但是飞机没有摔坏，他们还在这沙尘暴里面碰到很多的阻挠，他们怎么样飞出去？后来他们决定说要把飞机修一修，那等于我们现在台湾人在中国这个沙尘暴里面，我们怎么样去修复我们台湾人？要走出我们的未来，飞出去这个蒙古的沙漠，飞出去这中国的沙漠里面，这个就是告诉大家要团结。他们团结一致，多开始摔飞机的时候，大家拢各人各讲话啦，你一款我一款，吼，安尼敢若在小冤家小怕啦。后来因就团结讲，我要收飞行机飞出去。所以咱在台湾，不管你安怎，你要有一个也团结的心，台湾民政府团结的心，我们就要飞出去这个中国可怕的这个统治的这个体制里面，飞出去我们台湾的未来。哦，这个就跟大家讲是这样，因为没有时间来跟大家讲这个有趣的哈。我今麦觉得讲哈，我们对最后逃生的工具的是日苏美战啊，让要开始台湾民政府要积极要安那走。哦，你当年你的新台湾论，你要坚持你的理，就是这个法理，你不要被外面的一些给你洗脑的，给你 Q 后脚的吼，叫伊洗脑去，叫抓去，跪砍去，以我们外面的一些人反对我们的人，啊，你叫拖去，吼，嘛遮侪人安尼，吼，东兴叫拖去，你要坚持你的台湾民政府日苏美战的，记得未来台湾的这个国际法理地位，你自己要坚持。我觉得刚刚那个学员问那个问题很棒，因为他知道问题在哪里，你就不断的去训练自己，了解里面的内容。我刚刚是不是把那个年代都列出来？你也可以根据年代还有地图，好啊，结合历史，然后你把你的那个里面新台湾论的内容，经过透过这样哦图片，好，或是说你把它整理出来，图表，你就真的会比较好念，哦，我觉得很好哈。啊，因为我的时间有限，那我们台湾民政府以后要顺应这个马斯洛的需求，不能永远让台湾人吃不饱，还不安全。你要让我们台湾人要能够有自我实现，这个有价值的政府，对不？啊，所以你当阿伯要做政务官的人，你要有魄力，你要创意的思考，你要提案制度，你都是要让人民有这个自我实现的需求出来。他至少这个基本都要嘛。你做一个官员，连这个都没有，你。我讲你细细的较好啦吼，我有是讲啦，一定要有人性化的政策。你今晚做没人性的事情哦，你真的早晚都会被 get out 的。日本天皇为什么他的体制到现在还延续下去，都是因有人性的政策嘛，教导人民嘛，好让人民提升嘛，知的那个羞辱之心嘛，啊，别去做派嘛，啊，这个社会，这个社会国家该进步，是不是？啊，所以让台湾民进党，不然你那么爱计较，那一定哎有这个三个利戒嘛，我讲的法理嘛，啊，够你的起码你学的专业哦，不管你是读什么科的，还是你家己国去研究的哦，你头壳尾好好个研究，就是你的专业。啊，你的专业，敢那就是你的才情嘛，你去传出去，吼，敢那职业，你的能力嘛。啊，你有我刚才讲嘛，重点我讲你不能有贪婪之心嘛，爱清廉嘛，只是三个剑爱得嘞，吼。这若是咱阿伯执政吼，最重要的迄个坚持的理念，这三个都一定要了解啦吼。啊，再来讲来讲迄个教导组织，我会使再借五分钟吼，就是讲吼，这教导组织最重要的是已经撇开以前的专制跟课程，我们现在走向学习，学习袂使暗卡模，你买爱家你的知识库吼建档起来，我给你教导，比如说我今麦讲的讲义，然后你们可以。哦，我奉献出来，你就可以到云端或是哪里以后建构的这个原地哈，啊，你去读，去网络去点啊来看，这个教导群组是我不要暗看，我大家知影，你进步我进步，哎，我今日讲了不好都不好吼，啊，你跟我讲，啊，我会再回来再去研究，啊，再做较好，啊，那我今日你讲诶，啊，恁感觉什么会使吸收诶，你就回去就想到啊，你就哎。这创意的思考不错哦，其实我脑筋有哦，我只是没有把它写出来，把它具体化呈现出来啊。我看很多的文章，欧美的、日本的啊，我就可以把它架构出来。其实你们都有潜能，只是你们过惯了朝九晚五那种平常那种生活，没有一种刺激点。刺激点就是台湾民政府这个原地，可以让你有这个不许你这个电位上去。你怎样我意思吗？吼，好啊，你进步，我进步啊，大家拢进步。啊，这个咱台湾就进步，吼、哦！啊，我讲啦，咱绝对不是那个中国人吼，哎，官场文化不
穿出来就要爱钱。你欧美那种学习欧美，我拿了纳税人的钱，我都是要为纳税人一点一滴，就算我面包掉下去，我也是捡起来吃。那梅克尔都是安尼啊，德国梅克尔啊，那国家会进步就是这样子。让台湾民政府也是要这样学欧美，吼。啊，这是中国教育里面啊，在我们那个工作地方啊，怎么去想我们这里的这个医护人员怎么样让他们微笑嘛？啊，他们主要的方法，你是要让一个人从头到尾愿意笑呢，还是在外面躲在外面调啊卡，那个秘密客给你拍分手，你有在笑？因中国人就是比较调啊卡，给你秘密客拍分手。哦，这个哦，这个是定位哇。不笑吼，给你记起来。你有没有办法让我们从心里愿意笑？这是整个体制的问题，你知道不？我们医护人员他工作，他们劳累，你怎么让他疏解他的工作劳累，让他们真的以自己的工作为他们职责，从内心当中你愿意去笑，不是说你藏在外面，然后蹂躏他、压榨他，给他工作量那么高，过劳死一堆。那你说你要让他笑，吼？就是第一个就要先尊重这个医护人员嘛，你总不能说很多啦，那无虾米空嘴的啦，啊，甲去诊掉啊，是讲老废的都走去急诊啦，啊，无马上看我的病吼，怎么你嘿嘿叫啦，你拍迄个医护人员，拍护士，拍迄个医生啦，哎，你知影人迄急诊是咧创啥无？急诊的急的意思是啥嘛？迄个急症呢，要死要死啊！迄个人，人家那个是有分级的呢。啊！你这挂掉，你厝的狗狗就好啊。啊，人诶，主要是重要重症的人行医啊。啊，都有诶人，顶一届新闻毋是咧报，啊，你手甲流血尔，你都当要大声。你就是爱先尊重阮，了解阮，啊，一个体制要来做改善，毋是讲你秘伫外口，伊遐责备我们，就我们要怎么做？好，那你告诉我啊，政策在哪边？你这个小病，我要来个医啊！你要告诉我们，人力要充沛啊，对不？啊，什么政策？我请给你这个不重要的病啊，怎么去先给你做医疗嘛？啊，人家大环境都是讲人员就有限，资金有限啊，重症为主，对不？哦，那讲道理啦，啊，这是讲给大家听，这是我台北中央嘛，我在讲这是四堂的，你都可以到网络去看哦。当你要有这个工作，领有这个工作的时候，你要怎么去管理部署？哈，怎么设定目标、绩效目标啊？怎么跟他沟通？啊沟通啊，大家甲等乙等啊，你们要那分，你们要那几个集合面谈？哈，啊，再来讲啊，好诶，歹诶，你们要那奖惩，这那种一套的方式，你可以在台北州的那个网站里面看。那这个也有一个很棒的图，这个影片可以大家看，可是已经时间到了哈。那你可以到网络，我以前有放过，到网络去点来看。那柯P哈，现在大家怎么当红炸子鸡？我们台湾的媒体太爱他了。但是哦，我们从他身上，你去了解，若是你是柯P的话，当你碰到台湾的问题，你有没有创意的思考，提什么提案的制度比他更好，或者说你可以去学习他，你可以去改善他。柯P他是一个。我们素人嘛，他也是素人啊，他只是当医生而已嘛。他现在变成说，他现在变成一个政务官啊，那个算台北市的主要的龙头嘛，就是市长嘛。他也是刚接这工作，也是素人。那我们你们要去接工作也是素人，我们就从他的轨迹里面就看到自己未来自己要做什么。他有 gas 呢，那你有没有 gas？ 那我们怎么建立台湾的好的制度？大家一起努力。那我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各位同学，我们下课休息哈。这节课休息到四点，好，休息到四点哈，四点以前进教室哈。好，谢谢。